手，防守，回防守，防守，不要让他一秒钟，不要让他一秒钟。你没看到，来，我们其他球员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回去回去回去，红队技术犯规，一罚一次。再次提醒啊，除了领队之外，球员不要出来你们自己的区域。你们上去他们就这样子，你让我，你让我 OK， 让我，我会多当坏人。一次龙骑士的球权，比赛最后的46.8秒，3、2、1，传给他，传到这，你传到球，接到球，换人，哎，没有，红的球，红的球，看录像，红的球，可以啊，看，哎，打过来了，录像，看，他们碰的。黄的球，哎，打我刚才的姚哥，没关系，等一下，换防守的，你上去，知道吧？停，坐着，没事，淡定。比赛最后的8.7秒，犯规，龙骑士暂时领先1分，犯规。J team 现在犯规次数1码，九号，飞人2罚，2次罚球，1罚命中。冒险罚进，别晚点。哎，等下，站着，换人，罚住换。别提前庆祝，J team 请求换人，然后快，你们三个 ，Actually 三秒这样，你看什么？让他俩打一个配合，如果有机会直接给，没有机会我就自己。哎，你们来，过来，快换人，好，换人，2分随便给，3分不给，别犯规3分。让他往里突可以，你们就假装掩护，然后 slip， 然后就给他，对。加油，龙骑士！加油，龙骑士！加油！一定要把球拿住了，你才能犯规啊！
换换。小辫儿，那球多近？那可能吗？那球有点像 NBA 球啊。加时赛开始。防守，防守！打打打！你打，换人，换人！投投，需要投！一秒，篮板！在外线，杨正，杨浩哲拿了球权，祝明镇。给到唐胜辉，先拔头筹拿到两分，接替球权，进攻，杨正，换，协防，协防。你手勾在上面了。唐胜辉，唐胜辉，第一个诺亚物。杨振，杨振，还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子打。他们一直换，你一直传球，或者你自己也可以。朱明镇，诺亚物，诺亚物。燃起一线希望，因为只有三秒，就没有机会再去再倒第二次。我说如果没有传，我就直接过来投。这是杨振的救命三分，把我们从十里捞回来，运气比较好。进了之后，我才感觉哇，我们有真的有机会可以。黄胜辉拿球，他给威廉给他挡，走，马上接。第一个打那个牛角，第二个打这个三号。我们不能太兴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五分钟，最后五分钟，只有五分钟，坚持。好，一样的，二三，我们继续防守，防守，哎，我们防守。红队球。黄良昭连续的掩后之后。哦，哎呀！哇！白队球，葫芦突破之后转身，打中。